物质生活大大改善，精神文明建设也大大提高了。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同时呢，社会更加和谐，家庭更加的和睦，这不是儿女们也更加的孝顺父母了。接下来请欣赏小品《抢爹地》，表演者我们的好朋友著名的小品演员李自顺、黄小芳、冯玲，朋友们掌声有请。心头分结则变化大，勤劳致富发了家，高高兴兴结公爹，一定把他接回家，对，接回家。狂吹美色，狂吹美色，狂吹一色狂。嫂子，哎，你媳妇，哎，每天都匆匆忙忙的，到哪里去啊？啊，我看爸爸去的。哎呦，我看爸爸去的，他到底找那个城里去晃了几年啊？这学花哟都变成了寒枪，乡里人都是学麻将啊。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呢？学那个家乡话呀，听得见。哎呦，嫂子，像我做墨家噻。哎呦，这个小子话听得几清楚呀噻。哎，嫂子啊，在哪里听啊？我跟你一样噻，看到野皮噻。啊？啊，不是不是，看到公爹。啊。哎呦，墨家。越老越香，两个比不上，蛮恰当。哎，大概
的？那我这个人哪不晓得？玄花的那一生就是两个字。哪两个字？又不是玄佛字。你看咱这是六个字的。哦，咱多的。哎呀，爸爸，看过节呀，你我才买回来，小心点的啊。哎，你是齐的。哎呀，楼道高啊。爹爹。哎，这是活的。哎呀，关东方啊。爸爸。哎，这是丑的。哎呀，黄鹤楼啊。爹爹。哎，这是烤的。你看这个么意思啊？哎呦，像那么的婆婆，要是养起来也没得办法，这里相当的婆婆跟那口痒痒。哎，那么没说哈，我这个大媳妇甩花。